继续饮食。哦，行，现柴，涂点润滑油，以便于线材在正常穿线过程中得到润滑。正常生产的时候，一般会将剥皮机背后的循环油和循环冷却水打开，因为这是试机穿线，厂里条件有限，没有那个油，所以就用油布润滑式表面，试机运转是一样的效果。